玛利亚的车学堂。今天工程车们来到汽车学校上课了。你们好啊，小车们。我看看大家都来了吗？挖掘机、抓车、叉车、大吊车。卸卡车都到齐了，大家准备好开始上课了吗？你们今天的三个任务已经写在黑板上了。任务一，挖一个坑；任务二，爬上沙堆；任务三，沿着螺旋滑梯把球滚下来。谁想试着来完成这三个任务呢？挖掘机，你想试一下吗？很好，出发吧。挖掘机将去施工现场，完成玛利亚的任务。还记得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吗？是的，挖个坑。准备进行任务一。挖掘机正在用它的大铲斗挖一个坑。它做得很不错呢。挖掘机获得了第一颗星。准备进行任务二。挖掘机需要爬到这个沙堆上来。做得好，两颗星星了。准备进行任务三。挖掘机需要将这些球从螺旋滑梯上滚下来。哦，球掉了下来，要小心一点哦。干得漂亮，挖掘机，再试一次吧。
挖掘机把所有的球都滚下来了。挖掘机获得了三颗星，回课堂喽。做得很好。消防车今天早早地来到学校，他们在踢足球。听，课铃响了，他们该去上课了。早上好，各位。今天我们上一节有趣的课，准备好了吗？第一个任务，从消防栓中取水，并浇灌鲜花。第二个任务，消防车需要清洗小汽车。第三个任务，你需要非常精准地完成。你要用水枪射击靶子上的火焰。你们谁想要完成这些任务？好吧，消防车开到了练习场去完成任务。准备完成任务一和任务二。消防车必须将软管的一端连接到消防栓上，另一端连接到水泡上。现在你可以执行任务了。现在消防车需要清洗小汽车，它很脏。第一个任务完成了。第二个任务完成了。开始准备第三个任务吧。这是个射击靶，用水枪射击火焰吧。
还剩两个火焰。消防车可以回教室了。第三个任务完成了。做得好，消防车。